有这点灵性，咱有亲像原始的灵感，这是咱转的命，出家咱的心意呀，将着这个法归咱的心来用，咱才有这样顺的灵性啦。是咱以清净这点灵气，咱有老母这样顺的心，上天的法，我再来讲显明咱的灵性，是咱对着清净的心，灵魂伊的天界，咱爱照照法顺心。一条清净的天意，咱来看有无娘顺家的心，天缘四灵天心，转来顺家是现世灵，有咱清净的天意，道灵归元，转来母的身边。这是咱清净的灵性，要来讲到这呢啊顺的天灵，真愿是灵天来，回出正灵是心在，一点灵魂的灵气，定在清净的心，上苍是天灵界。恢复通灵现在，是咱灵天本性，是咱见妙转正，真愿是天灵心，如来是顺天气，灵是咱的顺心，予咱转开清灵。真愿是天灵来，道灵是无愿心。真理是天愿的心性，爱咱转落是现世的清净。我有老母娘娘的本性，定来天上的灵界。真理是通天界，回咱定灵是心主宰，是咱灵魂一条心，是老母讲出咱的本性。真理是天灵来，回咱母娘是顺的在。上苍的灵气，顺着清净的心定，真愿是正天心，现咱顺母则是愿心。这个天以后，咱渐渐因咱会倒转来这条本性。是咱即马咧现开清心这点教，咱在世爱用心去体会，就是心。安尼咱才会当讲出咱无形这个心伊个意思，将着咱个心甲现开，咱才会当接到先天这个力量。予咱三生在世间的话来讲明，是咱以正天的法界，你要来讲到清净的灵气，真愿是灵天性，现道是顺天性，无娘有正的心，是咱一条正法。是咱一点清天来，
你以一点灵魂的灵气，咱爱对着清净的心，你若有这么稳的教，咱拢是顺天的本性，嘛是咱爱行的现世心。有咱一条清净的天性，我再来讲顺教定如心呢。真愿是天灵性，现然有妙，则是顺天性。灵魂是现的出，咱则无量的灵气，真愿是顺天性。啊，无话来讲，则是现的真。是咱顺着无良心，咱才有这呢种的果。真愿是天灵时，无良降临到咱的心，出现世上咱的天意。灵天若无良在，会出种甲心得正。拢是天愿一条心，护咱的身躯的命。天愿是路灵来，全灵是正天开。到了清净是无留意，真愿拢是天灵旨，爱咱看现世间明。行回清界，咱的本心。天后照一点界，咱会当受到痛的灵性，转着咱的心安静。天官啊，伊的灵气，伊是导咱身躯这个心，咱才有这么稳的灵魂。来讲到无形这个世界，咱即马是以有咱的身躯这个壳进入来身躯内底，这个无形的心来讲出到原来咱这条灵的性质，是安尼咱才对得到灵魂伊的灵性，伊要转的这条路程。拢是掀开这个心境，咱才会当出家表示先天有老母的灵，上苍的天界显露青天的自在，是咱一点正法性，是咱来传清咱的心。在咱做人这个时阵，咱再来讲清净，咱的天命顺着通灵，咱的一条心，这是在世上咱来讲的清家己的灵魂，出家现世的时阵，是咱即马同时同行，咱有这个共心，要倒转来。原天的本性的这个基地，我爱是上清净这个天理。阿母啊，伊要讲出家的心情，照着凡世间咱咧交流的话语，母娘啊，伊放予我来遮讲出着母啊伊的心性，转到这么精。的本性，拢是咱个人养着咱的气，伫咱会当讲顺着这条路程，安尼咱才会当来讲有这个感应。世间拢是清净，咱才会当产生这个处理的灵感。我有这条正天的法界，是咱母娘啊，给我这个法门。有落伫我的心呢。
这是咱回到灵家，嘛是咱即马咧讲的通灵法药。我爱有即马咧讲的天性，转过着我个人的心情。啊，照老母娘娘伊附伫我即马即条灵的，当时呀、啊，就是咱爱以清净，每一条灵拢会当见元天的宝性。原来是为母啊，才生出来，是咱会当体验啦，就讲敬母啊，莫讲有效啦，那有效咱直接转过转就无有效啊。是咱爱有这条灵魂的天界，咱要想倒转啊清净的所在，真愿是灵天的性，爱咱看现世间的神。是咱要来直探无形界才会神明活新鲜，是咱爱有这么清净的灵气，附伫咱即马即个身躯的，在世间嘛，咱用着咱的本人，安尼你才会当讲出发即种精神，接受咱的本性。现着清界，咱的自然性，在世养我的心性，现到这么顺的天命，是咱顺着灵魂的天界，嘛是咱现开青天这个心来啊，拢是规划一点灵性，你爱光明。现加入心，伫咱顺着通灵，这点灵气，这拢是看咱个人，你的修持养育。这个天理只有来讲灵性，因为咱爱是先天的本性，合回原来迄个天命，天命嘛是属性。实行即位道，你若要修道，就爱来讲教，修道爱教育就对了。这是咱回到青天的本性，咱再来讲顺家老灵啊。修道，你就是讲一刹那，足紧的，你若离开道有无？安尼你要。修到你的本性就较困难啦，所以讲道是袂通离开咱现住时的心心口。元天是咱这条灵，我爱来讲法路性，因为我只有直晒倒来，这条才是咱的天元正理。伫咱诸天，你会当归元老母啊，这条灵性。就是咱的灵脉，拢是主宰这个天地。因为咱一个人有这个身躯的元素，就是咱的元能，嘛是咱的元形。咱的元形爱衰落，爱用到这个气，咱叫做气作啊。咱今仔日要修到上悬的智慧。所以讲，咱叫做剑祖啊，有去智慧剑，有迄个智慧水。所以讲，是咱即马分人，就讲元素这条灵，咱爱有这个精气贯穿着咱的脑神，生出着先天自然这个大智慧。这则是咱儒家的灵气，会当射出着光明。这条灵界，拢是天地这种磁场，伊要引咱儒家这种正明。在咱心之尊，这就是咱的自性神。你要有这点灵气，恢复通灵，咱爱是修这点家，因为这是现世界母牛上重要。
我爱有这点清天的灵性，来贯穿我现主持的清净。一点有法的本性，咱再来讲元天落界的神，真理是天灵来，现到青天则是无心。你有一点灵天的灵气，安尼咱再来讲顺驾稳定的神，是咱无形这个天理，养着咱清净合好啊的心，这才是咱通灵的天界，集中咱的本源的心意啊，是上天这点灵性。是你爱讲清净显露心嘛？这条是咱的天法界，嘛是你爱见无转会静的心呐。这点灵天是咱的清净，这个空气中，我爱是顺甲这呢静的你，我只有挽着老母娘娘。伊的原型，这个天理，安尼才会当归咱的祖脉、祖窍，通着咱原来老祖啊这个精气，是咱爱有这点青天的本性，你才会当将着你的心献开出来。在世间，咱只有来讲通这么清净。世间只有讲通咱家己的心有静啊，天理是灵法界，现咱有无则是元神在在啊。我爱拢是青天这条灵性的啊，因为我要讲的是顺驾，咱的天元本意，我爱有这么顺的天性。再来转集中，因为世间只有靠咱即马清净的脑神，养着咱原来迄个元能。今日我爱是这个元能迄粒子，产生着咱即马定一条迄粒人，是咱以这条灵天的灵性，咱要恢复。原样，原样，咱咧讲就讲原质、原素。有诶讲太液、太粗、太素、太素、太极。咱即卖要讲诶是大，因为太就是大，加一点，搁较大。这则是咱儒家诶灵性，要表现咱个人诶心清净。在世间嘛，咱拢有这个声音来讲话，安尼来做一个交流。咱起码知影对方甲我咧讲的意思，这个合意。渐渐我要引了，引到我起码会当讲通这条灵性，咱悟出先天这种法门叫做灵宝。这个天理就是咱的灵性。伊要互咱讲到出家显得清啊，一条有顺路啊，你就会当行嘛。这才是咱通灵这个天性，要行到向上，咱的本领啊。即马咱爱是先天的法界，拢是显得在世间啊，咱个人的修养中。是咱集团啦，个人咧出家的使命啦。咱再来讲顺甲稳定这条天意呀。真愿是青天的心，送出咱儒家这个灵气呀。这种是通天的灵性，要予咱在世间咱讲的天命，真法。这点灵气，爱我来讲顺家这么正的心神呢？这是咱母娘
的本性，渐因甲咱道灵啊，遮尔清净，是咱有真稳定即个天界，时常行向着母啊即个所在，是咱以青天的真气，阿母啊伊再来讲，回着正法的心定落来啊。真理是天灵性，爱咱转则是回的真。有咱一点灵天的心，我爱则是顺。这点青天的灵气，我只有拍通顺家的心，照着清净的天性，金宝啊，爱予我的顺灵。是咱有这条正天的气传出来，这个拢是先天的灵性，嘛是因咱的心归元天，拢是直通这个天界。因为咱爱是正法，所以讲咱是要直通天庭、天母啊遮，随着清净咱的天界。你会当吸入来，吐出去，咱的真灵啊，是咱顺着这条灵气贯穿天地，无形界神仙活佛文武众神无形界，这是咱依主的天性啊，嘛是咱回出正法的神啊，是咱归落来。这条天性渐印啊，先天咱的法界，是咱决定这个天意。你走先天见母的时阵，回到正天这条灵性，因为咱即马咧讲，拢是灵魂，伊爱有真气来印，安尼咱才会当出现在世上。来代表着咱即个无形界的恩念，是顺着青天这条灵气，咱来行向先天的真，是咱在世间嘛，咱要向着原来，就是原始嘛，就是咱的源源嘛，根源嘛，安尼咱才会当传上界正确的。上界实在，这一丝丝我都未走向去啦。这则是咱道家的灵气，嘛是世间咱咧讲的真人，是灵天这个天界，因为伊要大母嘛，传出着母娘伊的心意呀，真法。拢是天灵界，现出正法神主宰。咱有这条清净的天，只有得上先天的无疑。正法悟出天灵界，天理达成，上天命，是咱道家这条灵气。见到咱母娘这尊神明，是咱爱的这种教义，要来表明先天这种法伊的能力。今仔咱要照着先天的本性，咱一定爱归元，这个无性，是咱直通这条天理，逐天咧讲的。顺着正法的步，拢是这么稳的天界。我再来讲路灵顺无性，这是咱会当讲的天性，嘛是你爱讲到这么顺的天命。真元是正天性，路家则是顺天性。有咱一点灵魂的天性，你再来讲归元，
这样的顺的天命，这是咱敬天的灵气，一转到这样的清净的心，我爱实地谈，咱老母这条灵魂呢，加入啊这条心这粒子，安尼咱才会成人。母牛是人住的嘛，所以讲我用到这条清净的口语，再来代表来讲通灵的指令。首先呐，咱这条灵性，要讲来讲世间人呐，这个身躯就总包括咱的嘴甲心嘛，是安尼来讲破，咱再来讲顺家这么正的心意。天元伊也予咱遮尼顺伊的心，安尼咱才会当生一条线，一贯道，一贯通，一贯连，一贯用。咱爱是即世，咱就要甲修道转来啊，伫遮来来去去，会当照着安尼连串，安尼来直接接一顺。这个天理只有打通咱个人的心，这个经济而已。所以说咱要讲的是修咱的天灵，活用在世间，咱来讲正经。世上啊，咱用灵来直接调整，要讲就讲训练啦，学习是真法。这条灵气，慢慢咱才知影讲，元天有老母啊的心啦。这是咱爱学甲成，你爱达甲真足，是咱这条清净的天界，你才会当有这点灵光，表露先天，咱本来就有啊。这种平等，这种平衡，咱徛中立。脱开着凡世间的阿缘对立对峙，咱才会当以至中和。是咱即马集团先天的法界，先天伊是直通的哈，伊都无分东分西，伫啊个个地干扰咧。这则是咱回着清净，咱至天相关的天。上关的天，你起来就是太极啊，合作伙啊，就无分诸天啦。是安尼，咱再来讲青天的本性，合一咱的本灵啊。本灵，咱佛经咧讲话讲一合相，是咱有这条青天的真理。咱再来讲回母的灵性。因为在世间，你这个心呐分得出来，咱就是菩提萨埵，为众生入来咱今物来讲的菩提菩萨，这是咱一条会当稳定的灵性。世间要行这个仙人跳开圣人这个阶段。所以讲，咱现主持是以咱的心性代表灵神出现，在这个世上咧活动，这则是咱顺着通灵的天性，世间的目睭要看会出来。咱每一个修行的要点，这是咱会着正法的灵气，嘛是要引着。咱这修行，这修行者，安尼咱才会当讲通灵，这点灵气，要来灵身呐。咱修持者，这种心的坚持，向着老母者，向着你国有灵脉，归咱的灵源，这个做起。上苍伊爱护我。这么顺的心，我只有带咱这么稳
的灵啊，青天有路，现世行，转着修灵，咱的天界啊，佛祖正传这条灵气，现着清净，咱的心的灵界，这个天只有予咱显明，咱才有这种气场，啊，顺着先天的法令。咱拢是照着无形这条元气，照着我即卖咧讲的话语啦。安尼则是咱讲的青天本性，你会当结合无漏出来，这则是咱上天然的。今日我爱是个人的接受，心内底这点气的通流。是咱有这条正天的法界，母娘甲我灌顶，予我这个心起的顺，这是一粒元天的指令，灌伫我的脑神经。是咱有这点灵天的本性，接受着天地，咱的灵山、灵脉、灵源、灵根。是咱顺着通天这条灵气，咱人就会当恢复原来这个身体，是清净这条灵性，嘛是个人的原形。这是咱实际这条灵性来到这个阶段，都无真假，是纯真的。咱这叫做真灵，是咱有这条正天的法界，这是咱天上玉皇显灵果上帝地方的，唔免经过什么神佫甲你提拔，你才有法度倒转来点记号，是元天这条灵气，伊要引着咱。道路这条灵，每一条灵的灵气，伊要转到咱清净这条本性座位徛在在，这是咱通灵这点灵气，一点灵光啊，点到你的心。真法是天灵的本性，爱咱传出。正法的心，是咱照着灵魂这条灵性，爱咱通清净的本性，这是咱罗灵的天意，嘛是要来表露母娘啊伊的法这么顺。母娘的法，只有讲咱心显得出来，你照着先天这种法力。安尼你才会当讲无穷无尽，讲袂断的这种能力，是咱爱是永久性的，这才是咱通灵。你会当讲到完这么清净，安尼的心就袂变样，永远拢徛伫遮，你就无这个因果啊。嘛无咱即马讲相克，嘛无东西南北，因为咱着定中啊。东西南北是咱即马之中咧调整的，是咱以这点青天的灵性，今日要讲中土难生，今日就是讲小成就、小成就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文字。你咧看会简单，但是你要做诶，爱有一段路，一段时间，慢慢接受，脚步照顺时安尼来行，安尼你就袂停顿，你就袂怀疑。是咱有这条正天的本性，母娘啊，伊要甲咱讲正法的心，天理是顺天界。
拢是怨天正落心，时阵拢是天意。母娘爱咱讲法界落成啊，这是咱一点灵天的灵气，嘛是你爱讲甲顺甲的心清净。世间嘛，咱只有家己的愿，来向着咱的体来转，是咱在世这个心所想，或者思想心思。安尼，咱才会当看出老母娘娘伊的愿，这是咱通灵的本性。咱才知影老母伊的正法顺天意的，咱才有金母娘娘，予咱这个心加入啊，咱排这个指令，是咱上苍这条天意。咱才会当落架修清咱的心，在世间，咱要讲的真多真多无限的多，所以讲我爱是受着正途，先天的无够，一定要先天元母来甲你教育，来甲你教化，安尼这条心嘛。才会当归原来，遐尼清气，连一丝丝啊沙，连一丝啊垃圾，连一丝啊传染，抹着拢袂杀去。这是咱有稳定的天界，嘛是咱来讲通灵原来的真理，拢是天发性，爱咱行的拢是上天性。我有这点。是咱的天元灵气，转到这么顺家的心理。老母啊，爱让我顺到这么清净的心，我才会当用回母的灵魂。这个天理一定要有小款摩擦，但是你袂当大力，拢依赖伫你即卖咧讲的灵的。是咱来渐印渐倒转来，咱个人的体、个人的神、个人的心，一定要明白明光啊！母娘甲这圣仙活佛是暂时甲咱教育的，咱要有家己的自主力，你才会当向着咱的心，家己看会出来。这条灵魂的成长，这是咱在世间要讲的灵性。自性佛就是咱的心，就是咱这尊心。是安尼，咱再来讲慧灵这个天理。母娘要甲咱慧掀开先天的心，安尼这个光照大，咱才会当永远。吃伫遮，住伫遮，这个好所在。是咱这个人啊，你通会到位。咱原来迄个青天，养着咱的元灵无去，是咱顺家这个天性，伫晒转来，咱的天灵，上苍伊的天理。爱咱嫁入啊，顺家的心，显露是咱的灵气。爱咱看现呐，则是咱个人的心智呀。在世间，我要现的，是我这世人的灵性，因为这是我家己会当催主的，我有这个体力的，我会当用着时间。用着我即马在世，我有本钱无本钱，安尼来做，这个才是咱通天的灵性。若有，你着去实行；啊，若无，你着去慢慢啊去趁钱。等你，咱以后，咱有出头天，
咱有够力的时阵，有够本钱的时阵，你才阁对母娘啊，对咱收头前遮个，遮个前人对前辈先进，安尼才阁来同行。世间修行一定爱接连牵连，离袂开着这条路线，因为这是听我看。世间有咱人咧修行的，有诶修过来百世，也是歹性。有诶在世间，伊是敢若亲像咧搬电影咧，做布袋戏咧，人配影戏，迄是个人诶兴趣啦。你要知影即个道诶滋味，都毋是幻想。嘛毋是做面目，嘛毋是起泡，嘛毋是咧敲雷公闪电，这是一下仔囝个尔。咱所有拢是心外要水，啊，心外要水，互你穿啦。二四点钟，你总是爱躺起来，咱要睏嘛，惊水个去个咧睏个时阵，缀着妖魂。啊，咱就知影讲外表的水，只是暂时，互你半工尔尔。啊，你若收半工，就半人使啊。咱来永远性诶，伫咱诶心内底是二四点心，二四点钟安尼咧传导诶，这才是咱真正永远。不管咱后满伫三界，天地人。你这个心会当讲照着天意，照着地母安尼来发生，这才是咱做人，你会当显明。伫做人这个当中，你嘛会当捡到啊。咱搁再增加咱这个福德性，所以讲拢是天界，拢是咱的真心所来。无其他予咱的，这个天理只有向咱的灵性，就是先天的无灵。在咱众人修行当中，所有发射这个气场，要讲就讲，这个灵魂啊，这个语言啊，这个内功啊，因咱所有咧讲的，拢爱用咱的内气啊。外气只是咧行甲带动咱的身躯，但是咱甲神咧讲话，一定爱用咱的真心迄、那个气力来通啊。是咱有这条正法的灵感，现到这么清净的心，这才是咱在世咱的灵气，会当通着咱这灵脉，这骨头。倒转来，咱的天赋才集中，是这条灵天的法性，咱才有先天的真灵。咱所有的气，拢是对咱的天赋才出来，因为天赋才传予咱天庙，天庙才传予咱所有的母脉，母脉才生咱这灵仔囝。是咱有即马即点灵气，咱要倒转来先天即种法的灵性。即、這个天法只有咱来讲天意，母娘爱予咱顺伊的心，这才是上正直、上解自然的。是咱即条灵天的天性，金母娘娘伊的天命。时阵已经来临啊，来临就讲要到啊。咱入灵就讲，伊要来遮咱厝诶，要来咱宫诶，要来甲咱泡茶。是咱这点灵天诶本性，先天造老母伊诶心，现到是灵天诶原性，爱咱为主。
这是献了心。在咱有这么清净的天界，母娘啊，伊再来讲定咱的心。今日咱有这个福气，嘛有这个时阵，母娘啊，伊亲身落驾，在咱的心头顶，因为咱是母娘的心头吧。安尼，咱再来讲灵天的灵气。母娘啊，对咱是至亲，是上疼的，无其他，搁较疼咱的。是安尼，咱才知影讲顺着天性，现着原来咱的天命。昨有一个师姐啊，都已经安那要七十，伊讲王爷，我敢会当问你一句话？我讲你讲啊，你无讲我都唔知啊。伊讲我拄只去金山，迄、那个天上圣母遐，我哪一直哭，一直要哭安尼啊。我讲啊，这个灵脉就甲你有关系啊。你回到就是敢那只有讲，囝去看到老母，虽然是灵魂啦、啊，但是会带着你的心的感应。啊，这叫做感应啦！啊，你要七十啊，你嘛爱行。老嫂啊，六十七岁才开工，即马可能七十六，啊是七十五，伊要演母娘就较吃力啦。你啊看昨昏迄个家伊就无法度起来啊。说你是毋是修行安那爱青春的时阵？所以讲有真侪板仔互咱看，毋是无板仔啦。你恩师姐，你有经过这个波折，你会比别人搁较认真啊！你唔通搁天天二四点，搁点点混沌啊！这袂煞气啊！爱家己救家己啦！因为这么一个班仔，你互你看，你恩师姐嘛头啊六十嘛，是咱会当讲的灵天灵气。今仔我要讲的通灵显会出来，在咱金包里迄、那个天上圣庙的庙师，有一个师姐啊，伊讲本来要走，但是看咱的阵容要入庙，伊伫遐斟酌甲咱看，讲咱即马咧入庙迄个阵头、迄、那个阵势，甲一般毋是咧做假。毋是迄个位，咱是真正实力的、实修的。伫迄个广场嘛，阿哩看真清楚。伊在咧问讲，恁这天山是为倒来？我讲是为中国新疆省天山妹来。伊在咧讲，因一个老母九十外岁啊，进前人家当作。伊是无正常诶，互遐囝儿细细甲拍。今仔日今年已经九十空岁啊，所以讲伊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有天山宝啊。用个天山宝啊是虾米人？我讲是原始诶西洋金庙，或者咱诶老母娘。伊才伫遐一直哭哭拜，圣庙你实在有灵性。我要走啊！啊，再来捌着这个有去母娘遐禁忌禁这么侪处，良心发现，心内啊非常欢喜，所以我才请咱陈理事长含伊交涉。是咱这条清净的天啊，今仔是要照母娘的教育，咱只有代老母伊讲话。要让所有拢是母娘的囝，会当回心转意，回头是岸，是这条青天的本性。咱才有法度发射着母娘伊的指示，定法正天拢是伊，团灵见庙才是顺利，用着原来这条灵性。咱只有提醒清净的本领，在世上对世间，
咱爱发射着清净的天性，这是分秒中，你一定爱甲清醒的，毋是一日望一日，一月望一月，一年望一年。世间你若有钱，你就袂记咧修行，因为你有钱甲你砸的嘛，有钱甲你念的嘛，你做啥物代志，听我话嘴会简单啊。你是每一个人之上嘛，但修行，甲你北甲空空，别人看你无起嘛，看你无起的时阵，你才会谦虚嘛，对上界低啊，上界低啊，安尼咱来做起啦，咱才有这个成功这一天。今日我若足侪钱，真请赢，我虽然会安尼讲啊。但是这个心要清甲这么洁白，可能骨力顶把我困掉的啦。因为朋友多啊，交友多啊，所有的杂事多嘛，你心会乱嘛。宋母娘伊咧教囝有伊的步数，啊嘛我彻底了解啦。人生快乐甲艰苦。拢会当经过，只要咱这个身躯啊，咱莫去甲损甲真正个歹去，啊，咱就有机会倒转来母娘啊，这个所在就对了。是大家互相鼓励啦，每一个人行会到的啦。真理则是天性，现着顺家则是本能啊。咱人若怀疑，咱人若无迄个志气，你就袂当献出着咱即马即个虚空。安尼咱咧讲的，才会当顺着即个天性啦。神要甲咱讲的话，你会当听到，听到，佮照实在，安尼咧甲传播，安尼咧甲照耀，咱所有兄弟姊妹的心，即个直晒的，就是讲直达啦。安尼，咱才会当进入咱个人受到通灵这个天理，是咱来行到真稳定步，这才是咱正天的发心。无形界伊爱讲千千万万的法啦，安尼才会当扣入到咱即马咧讲通灵这个心性，世间。只有咱家己为主呢，其他拢是咧甲咱引的，拢是咧甲咱护航的、扶持的，是咱搁再一次会发现，咱爱修正咱个人的心，这是咱传灵这个天意，嘛是咱要转灵魂这个灵感。现到通灵这个天理，咱人若爬起来，这个天空都无分厚甲含慢。希望咱有一天会当随着母娘这种道理、这种天性，归着咱每一个人的心坚定，这才是咱通灵的天界步数。咱上界清楚的天性，上界近的这条路程，现路清天为灵气，转来清家顺天性，无形现在咱的灵魂，真灵是天法界，落了清天转路性，打开原来正天性。好啊！呀哇耶嘞咯哇耶嘞哈耶嘞哟耶嘞哎那耶哦耶嘞哟耶嘞哟耶嘞嘞哎。
哎那哦啊咿耶哩耶耶哦耶哩哦耶哩哦耶哦耶哦耶耶耶耶啊耶，哎那哦啊咿耶哩哦哦哦哦啊咿耶哩哦哦哦，哎那啦哦耶哩哎那啊哦耶啊啊咿耶哩。
啊哦啊咦哩啊啊啊！